有警察，就是人抓我，咱们俩像流窜犯一样。你说我们要给你介绍一个旅行线路有多难啊？对呀、啊，妈的，我这么大的腕还要被他抓，那怎么骂人呢？过卡了，因为停了，哎，真的是很准，对，所以你看啊，可以看一下这边都有什么样的店铺，看不看见？有非常多的店铺哎，那我还有跟你一直在这转，好累，我就转回来就想等你。哇，你好高啊！嗯，你怎么这么高啊？不需要你在这配合。谢谢送的大西瓜，孟瑞全球粉丝朋友会西瓜宝宝，谢谢王本有毒送出的太阳花，大家记得多多点亮我们，然后我们会有差不多连续10天的时间在巴黎带着你游转巴黎，然后带你接触，全世界最有名的球星。那明天呢，我们会跟好莱坞。